兄，你是在大声什么啊？是没听过喧哗翻掌呢？就算没玩过，你也要听过啊！它的续作可是马上就要在 N3DS 上推出啦！哎，安爪，想知道不良少年的后续故事发展吗？跟着俺去看一看就知道啦！人气动作游戏《喧哗翻掌》系列续作确定在 N3DS 登场啦！由任天堂所公布的最新《喧哗翻掌6：魂与血》是一款描述不良少年之间的热血战斗与青春动人故事的动作冒险游戏。玩家扮演恶名昭彰的主角早比奈大吾，进入充满不良少年的私立酒鬼岛高校。当然，除了读书考试之外，身为不良少年就是要各种不良啦。玩家将以叫骂战斗与擦枪走火的眼神光线等招牌要素，并且用弹出式的对白与文字表现，让游戏更有漫画的味道。游戏预计将于2015年登场于 N3DS， 到时候玩家就可以在手上扮演不良少年的啦。